今天是我们金山发电厂陪同这些长辈来购买年货，每个人可以有3000块。那我们这个起源是因为我们台电经营理念就是诚信、关怀、服务、成长，哦，所以我们以关怀社会的角度来出发啊，我们主动关怀我们这些长辈。那其实我们这些关怀的是一系列的活动，那我们平常是来跟他们访视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，比如说小家电的修理啦，家庭清洁啦哈。然后我们在3个节日，就是端午、中秋跟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带伴手礼，哦，到各家跟长辈嘘寒问暖。然后，那今天就是系列活动的采购年货，因为我们电厂是在湖西乡。所以我们大概关怀这些长辈的范围就是以我们湖西乡为主，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湖西乡是14个村，长辈他们的所谓的资格就是家庭弱势或是自己独居，哦，那我们大概以家庭弱势的长辈为主。那请问需要的话，我89个都未行，未行拢来到好用家看，然后迄个厂长拢家看，滴个会看家看，啊看去买。啊，物件就甲我赶，甲我推。买米呀吼，买麦片呀，买米粉啊，买泡面呀，买烂粿，买遐外有得食遐。啊，我家一个住厝了，阮囝拢住台湾啊。啊，我食也少，啊都买买，唔知要买啥。啊，无买遐都，我都无咧食啥呀。老人是食济尔。我去年买三个米粉，食到即阵还佫一个，还佫一个。哦。还佫一个。啊，买一个较会肯。啦，啊是油啦，啊都加来用呢。拢食物件，食物件物件吗？嗯啦，咱加来用，啊是卫生纸啦。哦，大家会当用的。对啦，会当，大家都吼，大家都得用的。米粉啦。嘿。冬粉啦。冬粉。油啦。油，拢是。油啦吼。嘿。豆油啦。嘿。米啦。哦，卫生纸啦。都是大家要用的。嘿啊，迄老人得用的啊，老人是用，这老人们啊吼。关怀社会的活动其实会让同仁更有凝聚力，那单位会有更有凝聚力，那对于单位事业的营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困难的，因为第一个到底同仁的意愿怎么样，那长辈他们跟我们接受度怎么样，哦，那其实后来我们觉得同仁走出去以后，他们慢慢一年比一年有成就感，因为他觉得他们付出有得到非常好的回馈。我们走出去这7年来，长辈跟我们的熟悉度也越来越好。你看现在长辈都能够跟牵着我们的手，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台电真的很好，那只要这句话，我想我们就有我们的动力，我们就会继续走下去。对人很好，您这您这人对人很好，比我们的孩子还要好，啊来就给我们看，啊就给我们那种很好，您这人这家伙好，因这发电厂的人较有安尼对这老人较有，啊，阮咧社区无啦，社区无咧甲阮办啥，无咧办对阮这老人好。啊，服务够解好个啊！真个，啊，服务有够好，歹势啦，阮家己歹势。啊，啊，这物件物件许还阁无钱，阁甲阮服务个遐好势啊！啊，伊来阮兜，拢在甲阮有拢来在甲阮看阮安尼啦。哎呀，伊来在拢伊来阮兜甲阮看阮，阮都。囝囝拢伫台湾吼，伫蛮健忘伫厝啦。啊，阮家两个伫厝尔啦。恁家老的？嘿啦，两个啦，站来讲啦。还恁来给恁看？嘿啊，啊那伊个人给我看，啊找物件来分食啊。那就好。好咯。他们就欢喜耶。欢喜啊！每一年拢就欢喜。啊，老人就是安尼啊。哦。我们关怀一共有215位长辈，那很多长辈其实他行动是不方便的，好，那这些长辈购买的东西，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，我们会把人跟货一起送回家，好，然后我们也会注意整个采买过程的安全。设计设计，你上回去的浪，看看设计，看看，好，这样，这样。其实我们这几年走出去以后，湖西乡给我们很大的肯定，那因为有这个回馈以后，现在我们台电有很多很多的单位现在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活动，哦，那也越来越多的单位
来做这关怀独居老人的活动，啊，觉得，给我们台电的形象跟我们台电的回馈都有帮助。